咁样自动 kick 喺呢度系咪低能？好白痴啊！佢自动佢会 kick 死咗喺度，佢唔俾你过某条界，佢一过界又会咁样，黐筋算鬼数。咁你影一张先啦，影到啲蝎子，唉，好白痴，火嚟，就咁影一张。命垂一线，好，跟住咧就要过去金牛，睇下先。我最高呢度先有一个咁样嘅，哇 ！OK， 搞掂。Hey Sally, any word from Sam？ 喂，阿大佬有冇打过嚟啊？苏利文，希望佢冇事啫，记得帮手机充电啊！哦，好似大耳塞嚟啊，差啲聋啊！喂，试下另一个冇事发生喎、啊。喂，呢个咩做啊？啊，金牛，啱啱唔系我要水平呢个最后啊，所以又要再上。打靶仔，水瓶座喺边啊？又点样上多层啊？真系好麻烦啊！睇下先，又要上翻去啊！呢度，呢度上，又要揈翻过去啊！黐筋，呢度有冇可能捉唔到啊？咁矮水平。呢度有上边，点样上去呢个位咧？问题系智力题，有咩本事可以上到去啊？啊，跟住系得呢度有个位，呢度系咩啊？下低嗰个系水平啊，系嘛？跳落去系咪？唔系唔系跳落去，应该系呢度咁样。好、啊。呢个系水瓶啊，倒水佬，哇！水瓶座人都好好嘅，呃鬼啊，好迷信，哇！多 ，thank you， 依都聋噶，公公公公公公，睇我两个啦，天才仲有两个 ，let's see here， 好，跟住要落翻去，跟住系边个啊？狮子啊，对面啊，啊！睇下先，应该要点样咁样过去？好，咁样可唔可以之后好似老鼠咁样跳过？唔得嘅，我谂住好似仓鼠嗰啲，我擒上去啦。点解呢个又擒唔到？好，跟住上跳过去，木嘴，隔篱有。是不是弱智啊？一定要这样啊！一定要攞隻手嗨一嗨隻手咁啊！跟住系狮子座系嘛？累一次先，啱啊！狮子座关闭人机。好落去，几惊打死噶？由头玩个聪明仔，自破危机啊！龙啊，证实失聪，关关关关关关，狮子座嘅锁解开咯。OK， 剩翻一个金牛座啊，定咩座？金牛座喺边轨道啊？有冇人有印象？楼顶啊，最鬼烦嗰个系嘛？上啊上啊上啊，一直荡千秋啊！跟住咧，点样过去？好，上到去啦，跟住跳过嚟。上上上上上，咦哦！上啊，打靶仔，好，泰山，哇喂，吓鬼死，做乜鬼嘢唔跳啊？第一下，好成功解决危机了。撕破神勇机关，金牛最烂啊，最 cheap 嘅星座啊！
佢阿星座騎士，咚咚咚，好，跟住咧已經解咗添，成功啦，特仔，恭喜你，哇，好叻喎！哇！金牛座系锁解开咗地板咧，出现咗艾弗利嘅印记之后咧，之后就咁啦，咩事都冇发生。喂，塔顶咗个大钟喎、啊！等阵啊，我咁样上去啊，小心嗰啲齿轮啊！我哋上埋去差唔多完啦，31分啊都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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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写咩笔嘅哇？俾我跳低 B 嘅，一路写笔记写到跳楼，戆居。跟住咧，大山，哇！跟住咧，呢个系机关嚟啊！跳上去，一嘢揿落去，啊！跟住咧，点啊？跟住即刻跳过去，最好快啲走啊！喂，跟住点啊？嘎嘎嘎嘎嘎！啊！要够快啊！不过差唔多啦，而家要揈翻过去边边啊？呢边啊？都唔鬼记啦，好似系。好，落去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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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个龙的洞，呀，真好玩，有咩咁好玩？跟住咧，擒啊，擒上去啊，玩嘢。点解你唔擒嗰齿轮嗰边边？系咩回事？呢个咧，擒出去跳楼自杀。哦，呢个景色太壮观，呢个一定要影张相啊，唔使问。滤镜先影张冇滤镜冇汁色，唉，时间啊你啊，你系呢一张相又系叫时间。啲景色太漂亮了，系咪要掹嗰支针？我估人，好。一路射落去会唔会跌死？哇！跟住咧，哇大佬，跟住仲可以继续咁样，翻翻去先，应该点玩呢？系咪入边嗰个机关嗰个对个时钟有影嘅？我要令到嗰支针，支针系去到打横定点样啊？啊！一路咁样扭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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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扭，整个 V。好，佢点解成日会咁样？系咪咁样啊？啊，咁样一个 V 字又可以做到一个桥梁，跟住应该可以过到去啦，系嘛？聪明仔，智力。自播神勇机关 ，no 过去啦，好叻啊！天啊，成支针冧咗，哇鬼事咩？佢有得放飞索，哇！芝麻近喺度咁样喺度行，哇啦啦啦，轻功水上漂，哟哟，黐紧，哇哇哇！差啲搭鬼死，跟住上去擒啊擒啊擒啊，跟住咧唔上去呢度咧再爬，阿杀仙盔，准备去同步，好找到你了，影张相先啦，预备啦，哇，好，等下先，视野归中先，翻翻去预设。哇！呢、這、一个中塔下嘅自角实咩？呢个系新嘅救世主降临啊！哦，睇下可唔可以跌落去再影多张更宏伟？哇！哦，
更加滑，睇下先，应该咁样啊，浩瀚啲。哇！大地在我脚下。好。系啊，见多少少个海。我问苍生啊，呢张相叫做，睇下可以再睇下先，继续影多几张。你估我一阵再跌落去，你估可唔可以再做到啊？不过呢个都好难啊，有机会就而家影多几张先。呢、这、一个啊，我问苍生。咁样系最好嘅，你睇住呢个，一般人系冇咩机会可以影到一张咁嘅相咯，完全系对住海凌空咁样喺度跳落去。哇！你睇下呢啲好高，你可以睇到高高耸位。有冇得高潮啊？想睇啊！啊！入边可唔可以睇到少少？如果我见到个耶稣像更佳，就咁啊，差唔多啊。新嘅救世主降临，准备啊！黐孖筋，好鬼难认，天啊，落得仔，时间差唔多啦，听日再玩啊。同外边潮文差唔多，影相都好难影，你知唔知？呢个好考技巧啊，极难，成日要喺度瞄瞄呢样瞄嗰样。同外边玩差唔多咯，今日玩得真系辛苦，打个乜鬼嘢轻松过关。今日呢篇文呢，就由一位叫做啊。阿方嘅兄弟写嘅，去台湾忍屎忍到翻屋企先咯。有一次一出 job 去台湾，去到呢已经好夜噶啦，冇咩好食啦。最后揾到类似汤米粉咁嘅嘢，唔知系乜，几乎成碗都系酱，我就买咗呢翻酒店食啦。第二朝闹钟都冇响到，而且呢仲要 feel 到呢，寻晚碗嘢呢连汤带酱呢咁出紧嚟，但系呢再唔出门口呢，肯定迟到啦。咁啊唯有忍屎啊！我喺的士上呢，用埋脚趾尾嘅力呢。夹实我个屎眼，尽量咧将大腿啊、屎忽同埋背脊个水平咧 keep 住喺180度。司机咧见到我成个人直晒，就问我啦：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就话啦：我好想屙屎啊！佢又好似咧听得明咁咧踩快咗。去到个客公司开会咧，因为咧已经全世界等紧我，所以咧冇时间屙屎。而原来咧预计3个钟嘅会咧开咗5个钟冇停过，即系点啊？表示我又要赶翻飞机翻香港啊，好不幸，我唔系第一个用厕所嘅乘客，我坐两位听住歌分散注意力，结果条友咧劲耐都未出嚟，同时我已经开始咧闻到咧寻晚碗嘢嘅酱料味，但系唔知点解忍忍下又唔急，结果冇屙屎啊落机，但系上咗的士咧冇耐咧又嚟了，仲开始滴汗，我同司机讲，我真系好想屙屎啊，师傅踩快啲啊，最后翻到屋企门口我已经除紧裤。但行到厨房，我已经崩溃，即刻除低条底裤，直接屙落地，成泡烂屎轰轰响，笪晒落地，有啲咧仲弹上厨房门，吓到只狗都弹开。屙完屎一松晒，又唔想执，于是一趁屋企未有人呢，又出去行，扮未翻，当系只狗屙。最后咧翻屋企咧就见家姐拖紧地，仲话咧要带只狗咧去睇兽医。咁啊唔好啦，下次啲嘢要自己清，即系执翻手尾咯。你睇下佢自己都望苍天啊，问问天，我想知道点解个上天咁唔公道？呢、这个世界公平咩？呢、这个世界公平咩？呢、这个社会公平咩？公平咩？今日差唔多啊，明天再见，系咁先。完。